好，今天要跟你分享如何摸清十二星座老板的个性，做对事情，成功升迁，成为职场达人。如果你的老板是双子座的话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笨蛋哈、哦，因为双子座很聪明啊，机灵又快速，他不能忍受笨蛋，没办法。有弹性的人，那他也讨厌不沟通的人，所以身为他的下属呢，你要懂得去跟他沟通你的想法意见，需要拍马屁，但是不能太明显哈、哦。赞美他要不露痕迹，比如说有空的时候跟他请教聊天，当他提出意见的时候，你要附和他的歪主意哈、哦。那天马行空有创意的点子，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很棒。那他也喜欢可以举一反三，有新鲜想法、反应快的员工。这样的主管常常会变来变去，所以如果当他的员工，你就要会可以有处变不惊的精神哦。那玉龙集团的前董事长严凯泰就是双子座的企业家名人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请订阅、点赞、追踪。那我是占星帮帮忙佩林，感谢你的收看。